上一次这个受浸之后，啊，有人就大叫没有鬼，有人说不是有鬼，那究竟有鬼没有鬼？你看我们大家都一片空白哈，有还是没有？啊，基督徒信有神，所以我们也承认有鬼。要搞清楚啊，这是灵界的事情，所以不能说我只信神不信鬼啊，不信鬼是好的，但是你要承认有鬼。要搞清楚这件事啊，尤其是中国大陆来的无神论，台湾来的大拜拜啊，他很喜欢，台湾来的迷信很厉害，连这个马英九也罢，吴敦义也罢，竞选总统都要跑到庙里面去拜的，没讲错吧？哎，这个领导人啊，都要跑去庙里面去拜，这是台湾。那大陆呢？不信有神，更不信有鬼了哈。就是神鬼我都不信，信自己是不是？好像是这样啊。那好，这两样都有问题，我们要回到圣经怎么看？啊，所以今天我们先给大家一个大的印象，就是基督徒是承认有灵界的存在，有鬼的存在，这是第一件事情。好，第二个，那么鬼怎么来？是人死后之后变鬼的吗？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人死了之后灵魂去哪里。所以我们一堂讲不完，我们还要下个礼拜还继续啊，这一堂是上集。来，人会不会死了之后变成鬼魂的来去去的呢？啊，在你梦中要找你一下，啊，或者是你半夜一瞪眼上厕所，噗，就来一个白衣人，噗，就不见了，不是太多这样的故事吗？好，那这些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见过鬼的人讲的真的一样，没见过了他还乱讲。对吧？这都是有问题的啊！那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件事，基督徒应不应该敬拜先人的魂？我讲魂啊，不讲鬼哈、啊。而且跟他们来往呢，意思是说，我们应不应该在家里设一个神位？啊，不是，这是中国人叫神位了，不应该这样讲，灵位啊。OK， 来拜他呢，我的祖先。还有人这么说。我是基督徒没有问题了，但是我老爸不是基督徒，他死掉了啊，他也要，如果他有灵魂的话，他要吃饭的，所以我们要烧纸钱啊，搞一些什么东西啊，啊，因为他需要嘛，啊，甚至还有人说，哦，我要买通一下阎罗王，对他好一些，那就真的中国大陆的观念了啊，要买通的啊 ，OK， 我都听了很多这个礼拜，所以呢。啊，我就先问大家这样的问题啊，能不能敬拜他们？那当然，这个答案就比较简单了哈。我们不能敬拜偶像，这个我们都清楚的啊。所以先人的灵位，我们不设立也不拜，这个是也是很清楚的啊。好，但是，哎呀，我很爱我母亲呢、啊，她不在了，我很想跟她讲一讲，或者我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很亏欠她的，生前来不及跟她讲。所以如果他有鬼魂的话，他来找我的话，我就告诉他妈，我真的对你不起啊，然后我的良心才得以平安，是吧？很多人这样想的哈。来，在讲这些之前呢、啊、好，我们讲啊，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圣经里面的故事啊。所以我讲有鬼，你也不一定啊，我哒哒哒哒讲一堆，或者我讲没鬼，我也哒哒哒哒讲一堆，没有根据，我是不讲的。所以我就找圣经，哪里有讲过有人死了之后变成鬼魂的故事？你知道在哪里吗？啊，圣经节就出来了啊，恐怕你想都没想过。有没有想到还有在哪里有人死了？比如说拉撒路死了复活了，也没有讲过拉撒路变鬼啊，只是指着圣经里面路加十六章有一个拉撒路他是乞丐，然后到了这个阴间有这个故事，但是没有讲他从阴间又跑出来啊，没有讲吧哈。所以
有没有一个圣经故事讲过一个人死了之后又跑出来的？没听过了吧？有没有人听过？没听过啊。好，今天就讲了一个故事作为上集来。撒母耳记上啊，这是旧约的哈，在28章哈。我先介绍一下撒母耳 Samuel 是谁啊。这个浩浩是吧，叫 Samuel 是吧。好，这个 Samuel 啊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叫撒母耳是吧。好，他是祭司，也是士师啊 judge 啊，就是那个时候的最高领导人了 啊简单讲以色列人的最高领导人了 啊又是祭司，又是先知，也是士师，就是他的行政权力在他手上，然后宗教的权力也在他手上。神特别兴起一个叫撒母耳，圣经里面相当出名的人物。那么好，这个撒母耳非常的敬虔，爱神，他从小啊就接受训练当祭司的，本来没有的哈，那么小不能，从小孩开始训练，他是特别的。他母亲没有的生养，没有孩子啊，却向神求，结果求来了。他母亲年纪很大才生他的，那生了之后他母亲说这是求来的，所以这个孩子啊我要奉献给神。所以从小他就被带到圣殿里面去，跟当时的老祭司来学习怎么当一个称职的祭司。那你清楚了吧啊。所以这是从没有这个例子的，那么小啊，妈妈很舍不得，每一次看他啊，这个好几个月看他一次，哇，妈妈流泪啊，这个孩子啊，这个不在妈妈身边长大啊，要跑到跟那个老祭司啊，老祭司也是这个很糊涂的一个老祭司了哈。OK， 就不讲了哈。总之这一位撒母耳是从小智力很完整的哈，然后到壮年到老年都是忠诚的去侍奉神的。那但是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后来并不太喜欢他啊。因为为什么呢？不是他做的好不好的问题，乃是以色列人看见别的国家的人呢的有王，他们呢就有一个祭司，而我们没有王啊，国王啊，所以就要求要立一个王。就跟撒母耳讲了，因为撒母耳是代表宗教啊，代表神啊，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嘛啊，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先问神的，尤其是国家的重大决策。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国很弱，国家很弱，一天到晚给外敌啊来打他们，一种那个时候叫非利士人啊，非利士人啊常常来啊打他们啊，非利士人强大。那么他们呢，以色列人就嫌撒母耳太软弱了，我们应该乐意一个王，这个王像个样子的，哇，发展国家的军事啊，跟他拼了，是这样，那很自然嘛啊。好，后来呢就选了民意一全部支持，立了一个高大英俊，高大不是开玩笑了啊，他站起来就比人高一个头，每一个一群众他的头就抬出来，所以他不需要后面拍照，他站在后排不需要垫高脚的，他一站在那里就比人高一个头了。那个名字叫扫罗，这里有没有啊？扫罗第三行啊，扫罗。好，选出了这个扫罗，然后神说 OK， 既然大家都选，撒母耳也问神选扫罗好不好，神说 OK 啊，神答应了啊，就选了扫罗成为以色列国啊，以色列是第一次成为以色列国啊的第一个王，所以记住这个名字了哈，扫罗。比人他的特点就比人高一个头啊，长得很壮。好，这个扫罗啊开头很好，圣灵也常常临到了他，常有圣灵浇灌的啊。我讲过了啊，旧约圣灵浇灌是暂时的啊，浇灌完就离开了啊，不像我们今天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比旧约的人有福得多。好，就是这个扫罗。
好，简单讲了哈，他开头也打了好几场很像样的战事啊，打败那个菲利士人，但是这个人呐、妒忌心很重啊，因为他是一个小支派被抬举起来的，所以很嫉妒有人来夺他的权位，扫罗王啊，所以后来因为扫罗王啊，他不听神的话，或者这么说了，不完全听神的话，很有主见，扫罗王很有主见，有他内在的骄傲，所以呢，这样的得罪神啊，所以后来神就慢慢不喜欢他了，不喜悦他了，因为他不听话，开始不听话了啊，不完全听话了啊，然后神说我要另外选一个人来代替扫罗，另外选一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很多人选这个名字了哈，他的名字就叫 David 啊，大卫啊，就是历史上以色列著名的大卫王啊，建立一个很伟大的帝国，是从他开始的。好，大卫当时只是一个小童，十几岁的小孩啊，没有人看得起的。大卫上面有七个哥哥，都是高大英俊的，所以啊，当神叫撒母耳去大卫的家，他说我，你去看那堆男孩子哈，你走到哪一个面前，如果我通知你，就是这一个的，你就把一羊角满满羊角的膏油倒在他的头上，这个叫受膏，啊，清楚了啊。基督的名字，基督什么意思啊？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大卫也是预表着基督的，哇，那是也是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哈。好，撒母耳就拿着那个一羊角，那个时候没有瓶子嘛，没有玻璃嘛哈，就用羊角空心的哈，装满了油就拿着，啊，一面祷告一面啊，去那一堆男孩子的面前，啊，壮年的男孩子面前。那么，大卫的父亲把他有八个儿子全部叫出来了，然后就是没有叫大卫，因为他觉得神不可能选他了。这个第一是个小孩，第二好像这个小孩也不怎么样嘛，是不是啊？好，所以，哎，你去看羊吧啊，我们大家都要在家里等这个先知来，啊，来受膏啊，看不到膏哪一个小孩吧，你去帮你哥哥看羊，所以他不在。啊，这一段故事啊，所以这七个哥哥都全部站着，哎，一排站着的时候，大卫啊，一直走完一遍又一遍，哎，神没有通知，神说那个人不在这里啊，神跟他讲啊，神感动他，这个人不在这里，那撒母耳奇怪了，说这应该啦，这七个都是人模人样，是不是？人是看外貌的，神是看内心的，你要搞清楚啊。所以千万不要凭外貌看人，所以后来就跟那个爸爸讲，哎，是不是全部在这里啊？爸爸说，哦，还有一个，哎，未选的啦，那个没用的啦，你就这七个人，你就倒了哪一个就倒哪一个吧。大卫说不是，神说不是 ，OK， 把大卫倒了哈。长话短说，后来大卫来了就倒下去啊，就高抹了大卫，所以这个事情后来给扫罗知道了，他是秘密的，为什么？这个是行政权之争啊，你给人知道那还有命呢，是不是？好，后来菲利士人跟扫罗啊，这个扫罗王的兵兵征战的时候，来了一个高大啊，高大到什么地步呢？几丈那么高啊，那比这个扫罗高多了啊，恐怕比姚明还要高啊，历史上的巨人，他的名字叫什么？歌利亚，格莱亚啊。这是我们都认识了解的故事啊，这个歌利亚来了，天天他们叫阵，你们有没有啊？这歌利亚插了一个铜枪，哇，那个枪啊，铜枪啊，哇，一拔出来，让他们一扫啊，整个团的人都给他扫掉，哇，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出战。好，结果啊，他一直在骂你们所信的神没用。大卫啊，那个时候刚好他带食物给他哥哥，他的哥哥啊当兵了，后来去他是带食物去，他哥哥就听到这个人在那边骂神，他非常的爱神大卫啊，
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是他写的了啊。他一听很气，他说这是谁呀？啊，这是没有受割礼的人，意思说这不这是神以外的人，怎么敢骂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那么伟大，气啊！那当然没有人甩大卫了啊，就是大家都吓得要命。大卫就跑去跟王讲了，能不能我去跟他打一场？那个王说开玩笑，你小孩打什么？他说让我试试看吧。啊，那大那个扫罗没办法啊，他总有一个人出战嘛，是吧？不然天天在那边骂也不是路啊。好，就把自己的盔甲，扫罗的盔甲给大卫穿，大卫一穿上，走路都走不动，因为太大了。他说我不管，我就这样穿短裤子，我平常牧羊，我就穿个牛头裤，我就去的啊。好，大卫有一个绝活啊，简单讲啊，他平常天天就操练的，就是甩石子，用个甩旋机旋啊，摆在那个石头小滑滑的，这个因为天天在河边呐、啊，他捡那个石头没事干嘛，牧羊嘛，那个羊，在那吃草，那他干嘛呢？他就捡石头，可以，他天天捡最滑的、最就趁手的石头，那干嘛呢？他就绑在那个篮子里啊，这个皮囊里哈、啊，那用来练啊，练那个甩那个石头，非常百发百中，啊，他用来干嘛？为什么要甩这个呢？因为他牧羊常常会遇到野兽来抓羊，所以啪，那个狮子也走了，老虎也走了，非常的厉害啊啊！这个大卫很爱他的羊，所以就预表基督，他曾经做见证，狮子老虎啊，没有老虎了，狮子还有熊来吃我的羊的时候，我跟他拼啊，就在羊熊口里面硬把那个羊夺回来啊，这个是非常不要命的一个人，一个小孩啊，虽然小孩，但是绝活很厉害，但是没有人知道，看不起嘛，你刀枪才是厉害，你摔个石头算什么？结果啊，这个长话短说啊，他根本就不必接近这个哥利亚大巨人，他甩啪就正中他额头，整个石头打进去了，哇，这太厉害了。所以这个巨人啊，一句话都没讲，砰就直挺挺的就倒下来，然后大卫就拿了他的刀，把他的头，因为大卫连刀都没有啊，拿了个巨人的刀把他的头割下来。所以这个刀啊，这大卫的刀啊，也是圣经里面还非常的出名的啊。好，我为什么讲这一段故事，是因为当大卫杀了哥利亚之后，那些女那个拉拉队啊，那个作战呢、啊、也需要很多妇女啊，在那边运送食物啊，也就打打气啊，那个妇女啊就歌唱啊，扫罗杀死千千，他是他们的王啊，大卫杀死万万，哇，就意思是说他是千千岁，这个来了一个万万岁，你看这个听了就是听不下去嘛，是吧？从此之后扫罗就起了杀心了啊。好，所以在大卫的苦难是从被膏抹开始的，是从他神拣选他开始他的苦难，所以他颠沛流离啊，一直被扫罗追杀，啊，简单讲了哈。OK， 好，我介绍完了背景了，开始来讲鬼了哈。撒母耳他是在历史上啊，以色列的历史上，从一个小部落转成一个伟大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啊，靠他选王，两个王都是神吩咐他来高立的，高抹在头上的啊。也是一个从一个领导人的时代，一个士师的时代啊，转成祭司或者转成王的时代啊，他是一个时代的转换者啊，是靠他啊，撒母耳。但是一切的好日子啊，就扫罗的好日子过完了，因为撒母耳死了。以前扫罗想知道神要我做什么？问撒母耳，我听不听是我的事，但是知不知道还是我需要知道的啊。比如说，哎，应该讲哪一个方向打啊？非利士人什么时候会来啊？神会先告诉他。但是这一次，撒母耳死了，所以啊，我从撒母耳第二十八章上啊，二十八章，已经死了，所以以色列人就哭了啊。这个是伟大的一个人物啊，把他葬在啊。后来啊 ，OK， 扫罗啊，这个后面突然加了这么一句。
这句什么意思呢？就引下来二十八章以下的故事。扫罗曾经啊，其实也是神的意思了。扫罗这一方面很听神啊，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意思是说，灵界的东西你不能去摸它，不能去碰它。交鬼什么意思啊？啊，就是找一个，多数是女人呐、啊，啊，就跑去，啊，用一些法术啊什么之类的，就可以跟鬼灵相交的，啊，的确有这样的人，也他这个女人不是骗子哈，她的确她有这个能力，可以啊，中国人怎么叫阴阳眼是吧？要看到鬼灵的事，啊，她真的有这个能力哈、啊。好，但是神很恨恶这个东西，因为这是迦南地的风俗，他们喜欢交鬼，所以为什么神那么恨恶迦南人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扫罗呢也遵守这个规矩啊，在国内不容许任何交鬼和行巫术的事。好，我们先有这个概念啊，这是二十八章第三节。接下去呢我们就看啊这个第八节到第九节了啊。这是什么事呢？好，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非利士人来打了，扫罗缺了撒母耳，很害怕，不敢打，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思如何。他问神，神不理他，因为神觉得嫌弃他了，就觉得他不听话，根本不听，不理他，不给他有任何的指示。以前的人有什么指示呢？他们喜欢啊，他们靠祭司啊，穿一个叫以弗德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名词，是其实是一件衣服，一个背心，叫以弗德。好，这个以弗德上面有十二个宝石，如果神有什么启示的话，那个宝石就会发亮。宝石上面呢写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还有一些字母。好，哪一个亮？啊，他们有一套规矩啊，知道哪一个量串起来就是神的意思了啊。我就不讲内容了，因为我不太了解啊。他们叫巫灵和土灵啊。总之啊，那个宝石就是明白神旨意的一个凭借啊。好，连撒母耳都是靠以弗德，要祭司是穿上以弗德，这等一个祭司袍外面再穿一个背心，很贵重的背心，因为十二块宝石在上面嘛，哈、连他都要靠这样的看宝石来了解神的旨意。那现在撒母耳死了，那扫罗呢拿了以弗德，那个以弗德也不显现任何的光亮啊，所以他也根本搞不清楚神什么意思，所以他害怕起来。好，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换了装，就是化了装，穿上啊这个，然后呢去见那个一个交鬼的妇人。请注意啊，前面第三节说扫罗他自己说全国都不准，因为神恨恶这个事。后面他因为听不到神的声音，他开始去找撒母耳了。他交鬼干什么？他叫那个女人把撒母耳从阴间叫上来，清楚吗？好，那妇人就对他说了，那个女人说，因为那个女人是应该是通缉犯的，她是交鬼的妇人，她哪敢帮你接这个，马上被杀的嘛，就是王规定。但是她化了妆，她不知道这是扫罗嘛，她不知道这就是这个习近平这个变异咨询嘛，她不知道嘛，变服嘛啊，所以她说跟他讲了，你知道吗？国家的规矩要剪除所有交鬼行巫术，你为什么要叫我做这个事？你等于害我嘛，清楚吧？这一段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啊 ，OK， 来，那扫罗，恐怕那个样子也像一个官员的样子了，还有权威性啊，所以虽然不知道他就是扫罗，但是那个妇人最少知道，这是一个，最少是党委书记了啊，这是国家级的啊，所以他就对这个就指着那个扫罗就指着神启示了，那你放心，我指着神启示。我是领导人了哈，我是其中一个领导人了哈，你有什么事你一定不会受罚的，是这样的意思哈。 OK 啊，那个女人说，那好，那你要我找谁上来啊？扫罗说，哎，你把我叫撒母耳上来。那妇人就好像这里看起来妇人还没开始叫啊，那个撒母耳就自己跑上来了，你看到没有？
妇人就看见沙漠，你这边说你帮我找沙漠，那眼睛一看，为沙漠就已经有人跑上来了，你知道吗？看到没有？这个是好像这个意思啊，为我招沙漠上来。妇人就看见沙漠，大声呼叫，可见根本就不是这个女人叫上来的，还没叫那个沙漠已经跑上来了。最早了说，然后就这个女人就大声呼叫，怕了，就那个女人就对扫罗讲了，原来你是扫罗，他为什么知道？因为谁敢叫撒母耳啊？当然是王嘛，撒母耳是何等伟大，你阿猫阿狗哪里会叫我叫一个撒母耳上来，是不是？你叫我找我妈妈也许可以了啊，找一个撒母耳上来，你开玩笑？果然他看到，所以那个女人就害怕，你就是扫罗啊，这是你自己定的命令，你怎么自己来跑我找交鬼呢？为什么欺哄我呢？这段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啊？好，来，那好，那王呢？就扫罗王就对那个女人说了，你不要惧怕，你看见什么？意思就是说女人是看见那个鬼了，但是这个扫罗没有看见，所以你看见什么啊？好，那个妇人就对扫罗说，我看见有一个神，请注意这个神字啊， I 啊，这个英文的第二行 I see a God， 这个 God 不是大写的哈， G 神通常是第一个字母， G 呢是大写的小写啊， God 意思就是说世界的神啊，这个世界的那个神灵了啊，是这个意思。所以看见有一个神灵啊，从地上上来，从阴间上来了哈。那扫罗就说，他怎么样子的啊？那个女人就说，有一个老人上来，穿着长衣。扫罗知道这是撒母耳，就马上跪下来向这个鬼魂下拜。这一段清楚了吧？啊，是这样的吧？啊。以下我就会开始问你问题了啊，这个鬼魂啊究竟是谁？是不是撒母耳自己呢？啊，我们不知道啊，就再看啊，你再判断一下啊。来，那撒母耳对扫罗说，那我不知道，那既然看不见，会不会是撒母耳这个鬼魂呢、啊、或者是姑且这么说啊，附在这个交鬼的妇人身上，通常是这样的啊，附在他身上，然后他就讲出那个鬼魂要讲的话啊。好，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就回答说，因为我很急啊，因为知道非利士人来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者做梦来回答我，因此我请你上来指示我应当怎样行。这很清楚啊，不用解释了啊，就解释一番啊。好，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了啊，撒母耳啊跟他讲啊，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怎么叫耶和华借他说的话？就在生前，神借着撒母耳，已经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这是28章哈，十五章已经跟他讲了，我已经离弃你了，我已经拣选别人了，因为你不听我的话啊。什么事不听呢？就是关于亚玛利人第四行啊，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啊。他们的敌人有一种敌人叫亚玛利人啊，那个内容什么意思不讲了啊。总之，扫罗在那次的事件里面，他没有完全听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那个亚玛利人有几个长得人模人样，他很爱惜他们，他们的牛羊他也很爱惜，那些牛羊可以吃，也可以这很多用途嘛，所以他等于是贪一些财物，所以就没有完全依照神的话把他灭绝。简单讲哈，也许对扫罗来讲只是小事一桩嘛，啊，我也灭了，但没有灭绝而已了啊。好，所以呢，就因为这个事，神借着撒母耳就对扫罗讲啊，因为这样呢，啊，所以啊，我第二行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很清楚啊，讲得非常的清楚了，你的国权没了啊，在以前讲的哈。那撒母耳就对他说了，你为什么找我上来？耶和华已经离弃你了，就像我以前跟你讲过的话，你的国已经赐给大卫了啊，因为如何如何讲完了嘛，讲的都是真话啊，是不是？这个撒母耳讲的都是真的哈，他们说没有乱讲哈。 OK， 再下去，并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哈，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现
大军临到，究竟我胜还是败？萨摩讲了，你非死无疑啊，是因为神已经把你和你的军兵交在你的敌人手中，明日你和你的众子，他有好几个儿子啊，扫罗其中一个撒卫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啊？约拿丹也在那一次战役里面死掉了，全死了啊！的确，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和我在一处，意思是说就一起在阴间了啊。 OK， 耶和华必将你的军兵等等等等等啊。扫罗一听砰扑倒下来啊，这个抽筋了 也许啊积血啊，因为耶和华的话非常惧怕，整天整夜什么都吃不下。好，整个故事讲完了。好，我现在大家问这个问题了，这个鬼魂是撒摩的鬼魂吗？有人说不是，有人说是。你看他讲的都是对的话，而且讲的语气、穿的衣着、讲的内容都是撒摩生前讲的，那为什么不是鬼魂呢？还有第二件事，他的预言果然成真，因为的确到第二天，扫罗那一役完全依照撒摩的鬼魂所讲成就。不是撒摩是谁那么厉害啊，还有讲预言呢？那你说说看什么事儿？很多人说啊，那是邪灵，那邪灵讲的为什么会成就呢？好，有没有人有意见？什么话？那弟兄抓了一点啊，这个 OK， OK， 来，好，那我们就看看为什么不会再跟他在一起啊？路加福音啊，我们看新约了哈，新约有这么一句啊。旧约有这么一个鬼魂的故事，新约有这么一个死掉去哪里的故事，啊，两个故事一起来对并的来看，你就会比较清楚了啊。这是新约有啊，好，这个故事不是讲亚伯拉罕的哈，我是用了其中一节啊，我先讲一讲那个背景啊。这个故事呢，就是有两个人死了，一个有钱人，一个穷人，一个财主，一个乞丐，就是那么简单，两个都死了。财主也许也是叫做信主了，但是没有活出什么基督徒。总之我知道，因为他也是以色列人嘛，啊，以色列人就有所谓犹太教，他们都在那里嘛，啊，但是呢，他只顾自己的，天天烟的，他没做坏事哦，他只是天天吃吃喝喝，穿好衣服。他门口啊，这个对面就有一个乞丐，啊，穿烂衣服，身上生了很多疮，然后呢，那个狗啊。啊，狗啊，比财主还爱他，去舔他的窗啊，好那个啊。但是，狗是有爱心哦，啊，他知道长那个疮啊，啊疮是吧？长疮很痛嘛，啊，用牛龙啊，那个狗啊帮他，等于是处理一下那个伤口了，就这个意思了啊。好，那么后来这个财主就是屋里面那个，跟乞丐这屋外面那个两个都死了，好，两个，到阴间。结果两个人去的地方不一样，却彼此看得见。你看我跟你同在一个地方，你看见我，我看见你，我可以去你那里，你也可以去我那里。但是原来阴间不是这个样的，阴间是你看见我，我看见你，但中间有一段很深的深渊隔开的。所以意思是说我不能跨过去，因为我掉到深渊里，我过不去啊。清楚了啊。所以呢，这个好，这两个人的阴间的处境就是，财主呢他在受苦，被火烧，但是人那个时候没有身体啊，被火烧是烧那个魂，那个痛苦感，好像一个人被火烧的感觉，但是烧不死了，因为没有身体嘛，所以没有肉体的痛，但是却有精神的痛楚，很干呐，啊，干到，这个。总之就我也没进过了啊，总之干到一个地步，他就大声的呼叫啊，因为他看见拉撒路就是那个乞丐在亚伯拉罕的怀中
啊，亚伯拉罕就都是他们两个人的祖宗了啊。啊，亚伯拉罕的怀中也可以说是一个地方的名字了哈、啊，是一个很安详安息的地方，所谓主怀安息啊，啊，安息聚会。基督徒的丧事，办丧事的时候，通常在正常写的主怀安息。那亚伯拉罕的怀中，也许就是一个叫安息的一个处所。好，亚拉撒路就在那边很安息，很舒服。但是另一边呢，啊，那很安息的地方有另外一个名称叫 paradise， 叫乐园。好，那么另外一处地方呢，就是阴间的另外乐园的以外呢，就是阴间的地方呢，就是受苦的地方，那个火烧的啊，这个感觉。所以这个财主呢，就大声喊亚伯拉罕了，他说啊，亚伯拉罕啊，我的祖先亚伯拉罕啊，请你啊，差派你那个拉撒路啊，啊，拿一点点水过来舔一舔我的。啊，舌头，因为我实在太干太苦了，啊，他说没办法啊，这个亚伯兰就这样跟他说，儿啊，所以你说他不信主，亚伯兰叫他儿子啊，所以呢，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没有实际行为的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了。如果用今天的话啊，然后他跟他讲，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你那边过到，从这边啊。亚伯拉罕那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你那边过到我那边也是不能的。意思就是说，人如果死了，两个人不管是信主不信主、爱主不爱主，都到一个叫阴间的地方。但是阴间其中有一个叫乐园的处所啊，是给那些信主的或者爱主的人在那边得安息的地方，像拉撒路一样。另外一处呢，就在那里受苦啊，就在那里干啊 ，OK， 但是不能彼此走过。同样的，他们没有这个自由，可以自由离开这个地方，不然他早就离开了啊。所以那个财主啊，他说：“既然你不能叫拉撒路过来，我也不能过去，那好吧，这样子吧，要不然你请拉撒路回到阳间复活。”叫他传福音给我的兄弟，我还有几个兄弟，他们都不知道将来会那么可怕的地方，他还在享乐，我有钱，他们也有钱，天天在那边宴乐。但宴乐你再高兴也不过几十年的光景啊，之后去什么地方原来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请你叫拉撒路复活到阳间。这个拉撒路不是我前几天讲那个拉撒路啊，两个不同人，虽然都是讲到复活啊。好，就告诉他们，传福音给他们。那亚伯拉罕怎么跟他讲呢？他说没有办法。当然没有办法，一方面就是说人不能回到阳间，因为他没有自由了，死了就不能回去了啊。另外一方面，不可能，就是即使真有这么一个人，人也不会听。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啊，传福音，到今天人还是不听，不是一样吗？所以其实就暗示这样，真有人复活，像耶稣一样，人也不会听，人硬就是硬。好，我讲这么故事，其实我不讲那么多，真正的我讲的原因就是，我讲到阴间进去就出不来了。好，简单一句，人死了，全部到这个地方。但是就像一个大监牢一样，出不来了啊！除非特别的情形，特别情形就是阴间的门打开了，啊，这个门粉碎了啊，人就可以出来了啊！这唯有这样的啊。好，现在回到这个人不能出来之后，我们又回到撒母耳的故事啊。好，刚才的故事看到哈，不能自由来去。圣经里面除了讲过撒母耳记这段经文，再没有看见任何死人从阴间上来了啊，向活人讲话的记载。如果是那么的重要，为什么不多搞几个例子给我们看一看呢？没有，除非神特别破例容许撒母耳的魂到阳间向扫罗说话。神当然可以允许，如果神什么都可以，如果他特别允许破例，那可以，否则不行。那好，
那接下去第二点，我们就看神在这个沙漠记里面有没有魄力。来啊，有没有？你觉得有没有魄力？在同一章28章沙漠记上，特别提到扫罗，他是其实遵守神的话，禁止国内一切交鬼占卜的事情，行巫术的事情，就证明以神来讲，他当然不喜悦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人。神何必要这样子啊？用鬼来讲，神自己不会讲啊，不会用巫灵土名，用以佛德来启示人呢、啊？他为什么需要经过鬼来讲呢？所以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很低啊？啊，好，所以正因为这样，神也禁止啊，这个他们学迦南人与鬼魔相交啊。既然这样，如果神破例，那不是神自己毁坏自己的原则了吗？是不是 ？OK， 好，第三点，第三点呢，就看历代志，就旧约的另外一处的经文，叫历代志 （Chronicle）。如果你读旧约的圣经啊，我希望大家常常读圣经哈。虽然很沉闷呐、啊，讲这么一些故事，也许啊，列王记跟历代志都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而且重复的。列王记这样讲，历代记也常常同讲同样的事。那我就问你，为什么圣经那么啰嗦啊？讲完一次在列王记，又在历代志又讲一次，为什么？你知道这两卷经文啊，两卷书有什么不一样吗？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这两卷呢，也就白讲了，我白问了啊。有没有人读过的？有，那我就问你们了哈。为什么一样的东西要讲两次？都是客观描写啊、哦。为什么要讲两次？那你要啊？这样也可以对的，但是什么角度呢？那我就告诉你，很简单了哈。两。历代志讲很多的国家的历史，历代志列王记讲很多历史啊，历代志也是客观的描述历史，但是历代志跟列王记多了一样东西，就是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讲清楚了，光讲客观历史你学不到教训，历代志就告诉你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因为如何如何如何，神的意思，那清楚了。好，现在我为什么用历代志来告诉你？因为神在这里有解释啊，为什么一二三四第四行啊，这个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他们为什么，神为什么要依照撒母耳好像他们的鬼魂的讲法让他们一家全死了？这里把这个原因讲出来，什么原因啊？第一，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那是讲到亚玛利人的故事。第二件事，又因他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虽然那个时候耶和华对扫罗没启示，但是作为一个王，我们应不应该进食？应不应该跪在神的面前？应不应该在等候神呢？他没有。他大军压境，我哪等啊，就赶快去找鬼啊。这个是刚刚触犯了神的禁忌，就是说你信神的人竟然去问鬼，你懂这个意思吗？好，既然鬼是这样说，也许神没有准备容许他们全家被杀，但是既然鬼这么说，你也信鬼所讲是真的，那 OK， 我就依照鬼的话允许这个事情成就在你身上，你这样清楚了吧？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能跟鬼魂有任何的交往。如果鬼魂咒诅你，你说啊没关系，我跑去找神，对不起，如果你做过这个事，神就说好，你不是为神做见证，只是为鬼做见证的话，我就照着鬼所讲的内容成就在你身上，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啊、你懂这意思吗？鬼咒诅会临到你的身上
啊，所以基督徒应该是连鬼片电影啊，或者还有那个玩的游戏什么碟仙啊什么，这里你千万碰都不要碰，最好看都不要看，了解都不要讲，问都不要问，因为这是一个交鬼，你就等于打开了阴间的门，灵界啊。所以有人说，哦，我是基督徒，我什么都不怕。很多基督徒被鬼附的，你知道吗？就是，哦，我就不怕。OK， 就出事儿。扫罗也是个信主的人啊，所以这里把这个原因啊，可见神不可能破例借着鬼来告诉他。所以刚才我们看过，杀人死了，鬼魂不能出来，所以那个应该不是沙漠的鬼魂啊。当然这个到今天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争论啊，当然其中一个争论点就是说，如果不是撒母耳，为什么他的预言，撒母耳的鬼魂的预言能成真呢？这里讲出了原因。那第一个就是神根本不称许，也不禁止严禁这种交鬼的行为的，当然更包括鬼魂也不能上来的。这几个原因加上来，我们就可以判断什么呢？可能是邪灵假冒撒母耳的鬼魂。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啊，如果你去交鬼，你想跟你妈妈讲几句话，你找那个人法力高强，真的有可能把你妈妈的鬼魂也许啊搞上来，讲一些只有你跟你妈妈才知道的秘密，那你就信了是不是？那当然是我妈妈，不然我们之间的秘密他怎么会讲出来呢？你信得不得了，很多人做这个见证。但是请注意，人的秘密鬼全部这个是邪灵完全知道。等一下我再解释什么叫鬼啊，什么叫这个人死了之后的魂跟邪灵的分别，也许在第二堂了，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啊。这个邪灵人间发生的所有事他都知道，因为邪灵就是堕落的天使，所以法力高强他的确是，因为他就是天使，他是堕落的天使。那堕落天使怎么来，那下一堂跟大家讲。所以很可能就是这种邪灵冒充这个鬼。那好，再下一个问题是，冒充这个鬼对邪灵有什么好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这样做？来啊 OK， 再讲第五点哈。这个因为他也讲类似真理的话，意思说他讲的也是啊一些秘密啊一些对的话，所以你就会相信他啊，让人相信他。假冒的东西啊，你不能，当然假冒要九分像才假冒成功啊，是不是？你假钞票如果像玩具钞票一样，你哪里会用啊？所以假钞票一定是很像真的，所以假冒的灵他所讲的话也很像是好像是人死了之后的鬼魂一样的魂一样，是不是？好，所以他讲的也是啊。所以圣经新约使徒行传曾经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被鬼附啊，听经作者他保罗在讲到那个女孩啊，就在旁边说啊，对呀、啊，赶快来听他讲道，他是至高神的仆人，这里面讲说救人的道，他讲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理啊？是啊，那 promotion 啊，鼓吹人来听福音，你想都想不到，鼓吹人听福音那个人是被鬼附的，是邪灵叫人来听的，那是要命不要命？他为什么要这样？啊，以后我们读《使徒行传》会读到啊，意思就是说连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好，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讲真理的话呢？或者类似真理的话呢？为什么呢？要人相信。好，相信对邪灵有什么好处呢？来，假冒的目的就是窃取人的敬拜。人应该信神，人也应该敬拜神，但是我们看见扫罗他是敬拜什么？他马上屈身念伏于地下拜鬼。神他不信也不问，他交鬼的妇人所讲他信，他整个反应就知道他相信了嘛啊，然后脸伏于地下拜。所以请注意哈，如果我们来试图
了解一些灵界的事，我们就陷到那里面所讲的预言啊，或者是他所讲的咒诅当中，你就跑不掉，因为神不理你了，因为你得罪了神，神就不理你了，啊，那就非常可怕，你再去找神。因为关于被鬼附的事我们没时间讲哈，我们只能很快啊就停在这里了哈。 OK 啊，下礼拜啊再续啊，今天时间有限啊，我下个礼拜会讲邪灵是什么回事，它的源头它是怎么出现的，它在什么地方，它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在人间它有它的计划的啊。读圣经，神有神的伟大的计划，邪灵或者撒旦的国也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啊，所以这个下个礼拜才讲，他就冒充成很多的阴灵来迷惑人，比如说你要搞一个啊，真有鬼啊啊，马上搞一个灵牌来拜他，那鬼啊那个邪灵啊就藏在那个灵牌的后面，我们应该敬拜神，结果悄悄的在家里设了灵牌灵堂来敬拜鬼，因为他看见是真的嘛，啊，那鬼真是骗了他嘛，他觉得真是嘛，不然他怎么知道啊那些秘密呢，你懂了没有？所以扫罗为什么一下子就败下来了，因为他讲的就是撒摩所讲的一样，懂这个啊，所以他就骗得了这个扫罗了啊，同样今天也骗了很多的基督徒，啊，这是第一段啊，我要讲的啊。好，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背经啊，我们背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一，请搞清楚啊，不是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也是约翰所写的啊，讲到命令啊，所以我要把这几个礼拜背过的以后一次把它讲完啊。我们来啊，这个读一次啊，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Dear friends, if our hearts do not condemn us, we have confidence before God and receive from him anything we ask, because we keep his commands and do what pleases him. And this is his command, to believe in the name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and to love one another,As he commanded us, the one who keeps God's commands lives in him, and he in him. And this is how we know that he lives in us. We know it by the spirit he gave us. 好，把这个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背啊。好，我们有点祷告，我们就准备吃饭。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承认，对于灵界的事，我们懂得太少。我们只能根据圣经一些有限的描述来讲这些道，巴望主你常开启我们的心，把你啊这个或者是你需要我们知道的许多的事更多的来启示，借着这些例子让我们懂得神的原则，神喜悦什么，神不喜悦什么，我们可以有什么行为是可以做的，有什么行为是不可以做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比一切世上的神都大，阴灵他们不过是堕落的天使，他们都是神在神的权下面啊，他们啊，我们已经得着了至高无上的名，我们信靠了最高的耶稣基督啊，主啊，他已经得着了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了，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尽，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斥责那恶者的时候，阴灵完全会消散，主啊，我们对这个有完全的信心，让弟兄姊妹也对
这个真理有完全的认识，求主帮助我们。如果在座有人还害怕的，我们常常来呼求这个名。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我们都在这个名字的里面得到保护。祝福我们等一下所预备的所有饭食，让我们身体健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